这一次的课是做印章的设计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印章的系统拆解。好，首先需求的部分，印章它是用来辨识身份的，好，在台湾。那所以会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是，你的印章的字体。好，要能够辨识得出你是谁嘛，哈，所以里面要有你的名字，然后第二个就是里面的文字要与众不同，好，不管你是什么字体，即使你是标楷体，那你去 A 厂商那边刻的印章跟 B 厂商那边刻的印章，都希望能够有特殊的不一样的地方，要不然大家都去刻标楷体的邱文胜，那就可以领我账户的钱。那这样就会很奇怪哈，所以会需要有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好，再来就是那刻印章的时候呢，里面我们这一次的印章的尺寸不大哈，就是一般印章的大小再稍微大一点点，2公分乘2公分。那所以除了你的姓名之外，如果你还有需要可爱的图腾，那可能就要把尺寸缩到很小哈。所以那个图就不能太复杂。好，那除此之外，当然就是你的文字。那这一次的材料呢，我们会使用5mm 厚度的原木，原木。那所以厚度会比较厚一点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切割的功率就跟上次的会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。那版面的大小是2公分乘2公分。那印身的部分呢？我们是用 3D 的印身给各位哈。那这个是请老师事先先印好。那因为 3D 的部分我们4年级才会教，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先提供，由老师提供给同学。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设计的注意事项哈。首先，印章大概不外乎有两种哈，一种叫阳刻。我们一般做的印章都是阳刻。那阳刻的话，它的木头的部分，它的文字是没有动的，但是它的文字的背景是被挖进去的。好，文字的背景被挖进去的，这个叫做阳刻。好，那所以盖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另外一种呢，叫做阴刻。好，那阴刻就是把你的字挖掉。把字挖掉的话呢，那印出来呢？就是字的部分就会变成白色，好，这个叫阴刻。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重点是这样子哦，因为印章是要用沾印泥，然后去盖在纸上的，虽然印出来的效果会相反，好，会相反。你看这个字，好，盖出来效果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如果你盖出来之后要是正的方向，那你在设计图的时候就要设计成反的方向。就是本身要做镜像的处理，然后在那个 RDWorks 最后你做好在 RDWorks 那边，你要注意你的字不能群组，你的字如果群组起来，你的字会刻不出来，这几个注意事项。OK，这个是印章设计的系统拆解。好，所以这一次印章设计会用到。比较多的字型哈。那上次我们有说，你的系统字型如果没有安装很多种的话，你在做字型设计的时候就会受限。那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哈。好，请你到网站上，我们这一次是直接使用网络上所提供的字型，所以请你去 Google 浏览器打开，去 Google 一下天空字型，那会找到这个天空字体的网站。好，我们从这里进来。进来之后呢，这是一个提供各种字体的一个网站，所以你只要把你要的字打进去，它会帮你按照你挑选的字型呈现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一个方式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字，然后就不需要去安装字体。好，那这边呢？平常你需要的字是这样子输入，然后它会呈现在这里。但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做印章，所以呢，请你去点一下印章，
啊，这边有印章的版，好，它做好的版，所以你就不用再调整，所以点这个印章，点完之后呢，好，我们直接在这边，那你的名字通常是三个字嘛，哈，就请你输入你的名字，再加上一个印章的印，这样刚好四个字，可以平均的分布。那姓名打好之后，好，这边可以挑字体。那这边的字体呢？哈，你可以尽量挑那个粗细比较刚好，不要太细，也不要太粗，哈，不要太细，也不要太粗 好，那这边因为它所见即所得，哈，所以你看你移动到哪一个字型上面，就会出现这一个字体。那你觉得可以，喜欢就点一下。好，选好字体之后呢，直接在右边这里有一个 SkyPhone 生成的按钮，点下去，它就会帮你把你挑选的文字字型跟你要的字都放进来。那它帮你做好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版直接存下来哈。那保存的时候，它可以保存成这几种格式。那我们等一下要用PNG 的格式，哈。PNG 的格式，那 SVG 也可以，向量档的处理方式也可以，不过稍微比较复杂。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用 PNG 的方式，所以请你按保存整体图片，然后选 PNG，好，PNG 就是一般的图档。好，那保存之后，它会直接存到你的下载资料夹，好，下载资料夹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取得文字跟字型的方法。好，那请各位接下来打开 Inkscape 哈，我们上次有说，因为 RDWorks 雷切基软体它的作图的部分功能很弱，那所以我们会用 Inkscape 来作图。好，请各位把你刚刚的文字的模板的图片把它做汇入，好，档案的汇入，好，把刚刚的文字的下载的 PNG 把它放进来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个图片呢，要用我们刚上次所提的同样的功能，把它转成向量图档。所以在路径的描绘点阵图这边，啊，描绘点阵图这边，请你点一下哈。好，把功能叫出来。那我们这一次需要的呢，是这一个哈，这个图片，嘿，这样其实就可以了哈。那如果你只想取文字的话，如果你只想取文字，这里有一个影像反转，它会只剩下文字的地方，但是你要用节点编辑把这四个角落删掉。好，那不过因为我们这一次连框都需要，连框都需要，所以我就直接好用这一个图案，好，黑色部分是背景哈，好，就按确定。好，那原来的红色的图案就可以删除了哈，把它删掉，delete。啊，那这一个图我们就把它存成上次所说的要拿到雷切基的 DXF，好，档案，另存新档。好，这边格式呢，请你就选 DXF 哈，DXF。好，那这个第一次我们已经设定过了，所以这里是两个都没有选，然后 millimeter UTF-8 哈，再确认一下。好，如果你有换新电脑，就要确认一下。好，那当你做好这个基础的图之后，我们再补充一下哈，因为刚刚有提到你的印章要与众不同哈，那现在这个图，它目前的状态是，如果你大家选同样的名字，然后同样选这个字体，出来的结果会都一样。所以你去 A 厂商那里刻的印章，跟 B 厂商那里刻的印章，谁去刻出来都会长得一模一样。那你总不希望说，诶，我大家都可以刻我的印章去领我的钱哈。所以变成说，我们这边要做一点特别的设计哈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做进一步的编辑，你可以切换到节点编辑的模式。那切换到节点编辑的模式，你会发现你的图，你的图上面会有很多灰色的小点点，
这些点就是节点，那我们之前也用过节点编辑啊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做一下简单的编辑，比如说，我这个角我要凸出来一点，然后呢，我的勾勾要尖一点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稍微把你的每一个字做一点点的调整，让不管你是用什么字型进来，那每个人的字呢就会不一样，就会不一样，这样子人家就不能 copy 你的印章，就没有办法 copy 你的印章，这样子才能够有效达到印章真正该有的功能。好，这个是补充重点的部分哈，补充重点的部分。好。好，那一样哦，要存 DXF 哈，按确定。